Of shoulder B syndrome and medulla oblongata pseudoplegia.眼髓麻痹是由多种疾病引起的，表现为声音嘶哑、吞咽困难和饮水反呛的一组症候群。应用针刺治疗肩痹症和眼髓麻痹，效果显著。 肩痹症。 本病常见于中年以后，女性多于男性。根据发病原因、先后症状的表现，以及年龄的特征，又有漏尖峰、肩凝症、五十肩和老年肩等名称，包括现代医学中肱二头肌腱炎、肩周炎、滑囊炎和冈上肌腱炎等。 本病多因劳累过度造成肌肉损伤。
或感受风寒，湿邪被阻经络，或外伤致肩部经脉损伤，造成经络阻塞，气血不通所致。本病早期出现单侧肩部疼痛，活动受限，偶见两侧同时受累，疼痛可牵扯颈部和向上臂放散，或呈弥漫性疼痛。静止痛为本病特征，表现日轻夜重，晨起肩关节稍活动后疼痛可或减轻。由于疼痛，肩关节上举、外展、内旋、背伸等活动明显受限。早期以疼痛为主，后期以功能障碍为主，局部按压出现广泛性压痛。采用循经取穴配阿是穴合谷刺法，局部取穴和远部取穴三种针刺方法进行治疗。循经取穴配阿是穴合谷刺法，阿是穴是以痛为枢，以肩部疼痛为穴，可一处或多处。合谷刺法是先将针刺入阿是穴，得气后将针提至皮下，分别斜向前后或左右方向刺入，形若鸡爪。得气后再行挑刺弹拨术，不留针。用28号1.5寸不锈钢毫针，先循经取穴，针刺得气后留针，带针配合肩部各方向活动。再用阿是穴合谷刺法，速刺不留针。出针后再行活动，每次针刺时间约30分钟左右。根据肩部疼痛及放散部位与经络循行之间的关系，肩痹症分为下列8种类型。手太阴经型，表现肩前部疼痛，痛引缺盆或上肢内侧前缘，放散达拇指，肩部活动受限。
Prescription 雨季阿是穴雨季针刺手太阴肺经的鱼际穴在阿是穴处行合谷刺法针刺后患者肩部活动 after removing the needles. The type of hand 手阳明经行手阳明经行表现肩上部疼痛 which radiates a pulling pain to the lateral anterior border of the upper arm, elbowor even index finger. 痛隐上臂外侧前缘肘及食指 shoulder movement 肩部外展上举活动受限Prescription, 合谷阿是穴针刺手阳明经合谷穴 To treat 中柱 of the hand 少阳 meridian在阿是穴处行合谷刺法 with the hook puncturing method. 针刺后患者肩部活动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type of hand 少阳 meridian 手少阳经行手少阳经行表现肩峰后疼痛 radiating a pulling pain 痛隐肘关节及后颈向耳后处 shoulder movements such as extension abduction and lifting are limited. 肩部伸直、外展、上举活动均受限。Prescription 中柱阿是穴针刺手少阳经中柱穴 To treat 中柱 of the hand 少阳 meridian
在阿是穴处行合谷刺法。针刺后，患者肩部活动。After the treatment, 受太阳惊醒。受太阳惊醒。表现肩胛区疼痛、痛隐颈、项及上臂外侧后缘、肩部活动受限，以前伸内旋为主。Prescription: 腕骨阿是穴。针刺手太阳经腕骨穴。腕骨 with the hand 太阳 meridian。在阿是穴行合谷刺法。针刺后，患者肩部活动。手少阴经行，手少阴经行表现腋下疼痛、痛隐上肢内侧后缘、肩部上举受限。Prescription: 少腹阿是穴。针刺手少阴经少腹穴。Puncture 少腹 of the hand 少阴 meridian。在阿是穴处行合谷刺法。针刺后，患者肩部活动。手太阴、手阳明经混合型。
手太阴手阳明经混合型，表现肩前部肩上部疼痛，疼痛沿手太阴手阳明经循行区放散。肩部后伸外展上举活动受限，Prescription， 雨季，喉骨，阿是穴。针刺手太阴经雨季穴。防治雨季 ，of the hand 太阴 meridian。手阳明经合谷穴 of the hand 阳明 meridian， 在阿是穴处行合谷刺法。针刺后，患者肩部活动。手阳明、手少阳、手太阳经混合型。手阳明手少阳手太阳经混合型，表现肩上部肩后部肩胛区疼痛。 疼痛向上肢背侧面放散，肩部前伸外展上举疼痛，活动受限。Prescription： 合谷、中足、腕骨、阿是穴。针刺手阳明经合谷穴。防治合谷 ，of the hand 阳明 meridian。手少阳经中足穴。of the hand 少阳 meridian。以及手太阳经腕骨穴。腕骨 of the hand 太阳 meridian。在阿是穴处行合谷刺法。on 阿是 points。针刺后，患者肩部活动。Have the patient move his shoulder。手太阴、手三阳经混合型。手太阴手三阳经混合型，表现肩前部肩上部肩后部肩胛区疼痛，并向缺盆上肢内侧前缘和上肢外侧放散。
肩部各方向活动均受到限制。Prescription. 雨季，合谷，中竹，腕骨，耳穴穴。针刺手太阴经鱼际穴。To treat, puncture 鱼际。合谷。手阳明经合谷穴。手少阳经中主穴，以及手太阳经腕骨穴。在阿是穴处行合谷刺法。To Asha points. 针刺后，患者肩部活动。Have the patient move his shoulder after the treatment.Selection of local points. 局部取穴。肩痹症还可以局部取穴针刺治疗。Is to select local points. 肩移、肩疗、肩针、肩移。肩俞穴位于肩胛骨与肱骨大结节之间，选用28号2.5到3寸针灸针，针刺肩俞透极泉穴。肩髎穴。位于肩胛骨肩峰后下缘肩关节后方三角肌中，选用28号3寸针灸针，斜刺2寸深。肩针穴位于腋后皱臂上1寸处，选用28号3寸针灸针，直刺2寸深，留针30分钟。针刺后，患者肩部活动。Have the patient move his shoulder after the treatment. Selection of remote points. 远隔部位取穴。The third method of treating the shoulder B syndrome is to use distant points. 肩痹症还可以远部取穴针刺治疗。Prescription, 条口，针刺条口透承山穴。
口穴位于上巨溪穴下二寸，承山穴位于腓肠肌两肌腹之间凹陷的顶端，选用28号3.5寸针灸针，从调口穴斜向承山穴刺入，达承山穴皮下。得气后，病人进行肩部活动，留针30分钟。Leave the needles in for 30 minutes. Treatment: the medulla oblongata. 眼髓麻痹。眼髓麻痹是由于多种疾病引起，主要表现为吞咽困难的一组综合症候群。现代医学认为，眼髓麻痹是由于双侧皮质脑干束或眼髓孤束核弥合。迷走神经背核和舌下神经核。The nucleus of the hypoglossal nerve. 以及其相联系的脑神经受损所致，分为假性眼髓麻痹和真性眼髓麻痹两种类型。临床表现为声音嘶哑、吞咽困难。Difficulty in swallowing, and liquid reflux in the esophagus. 饮水反呛等症状。假性眼髓麻痹患者有叩唇反射阳性、掌颏反射阳性、下颌反射亢进等异常体征。真性眼髓麻痹患者则有舌肌萎缩、咽反射消失、软腭不能上举等体征。根据中医理论，眼髓麻痹属于舌阴、舌睑、噎膈、口吐涎、晕肺症范畴。金匮要略中风痢疾病脉症病志记载，邪入于脏，舌既难言，口吐涎。The internal organs, the tongue cannot function for speech, and there is salivation. 奇效良方记载，奇效良方是晕肺之状，舌阴不能语，足肺不为用。Could not function for speech. There is excessive salivation.应用针刺治疗眼髓麻痹，常常针后即见明显的效果。主穴选用至腔穴、风府穴、哑门穴。双风池穴、双翼风穴。风池、一风。配
会穴选用连泉穴、金睛穴、玉叶穴、海泉穴。海泉。痔腔穴位于第二颈椎上缘，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交点处，左右各一穴。选用28号3到3.5寸针灸针，从一侧痔腔穴经第二颈椎上缘刺向对侧痔腔穴，达到对侧皮下维度。平补平泻手法，连续3到5分钟，不留针。丰腹穴位于向上中央，入后发际一寸，从枕骨粗隆下推，至枕骨与第一颈椎之间取之，选用28号1.5寸针灸针，向下斜刺呈30度角，针0.5到1寸深。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哑门穴位于向中央入后发际5分，在第二颈椎棘突上缘取之，选用28号1.5寸针灸针，向舌根部方向斜刺呈30度角，针0.5到1寸深。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风池穴位于颞乳后发际线中，在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之间，平风府穴取之，选用28号1.5寸针灸针，刺入1寸深。Insert the needle toward the eyeball of the other side, about 1 寸in depth. 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翳风穴位于耳垂后凹陷处，
选用28号1.5寸针灸针，刺入0.5到1寸深，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Leave the needle in for 30 minutes. Lian Quan. Lian Quan 穴位于舌骨体上缘中点处。In the depression at the upper border of the hyoid bone. 选用28号1.5寸针灸针，向舌根部刺入0.5到1寸深。0.5 to 1寸 in depth.施以平补平泻手法，不留针。Do not leave the needle in. 海泉穴位于舌系带中央。海泉 is in the center of the frenulum. 金睛玉叶穴位于舌系带两侧静脉上，左为金睛，右为玉叶。选用28号2.5寸针灸针，刺入0.2寸，速刺不留针。And withdraw the needle immediately. Do not leave the needle in. 强哭强笑，恍惚烦乱，如痴如呆者，配用通理穴。Add 通理。通理穴位于腕后1寸，尺侧腕屈肌腱之桡侧。选用28号0.5到1寸针灸针，直刺0.3到0.5寸深，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Leave the needle in for 30 minutes.若唇缓不收，口中流涎者，除针刺海泉、金睛、玉叶穴外，配用双照海穴、双阳陵泉穴。照海穴位于内踝下缘凹陷中。选用28号1.5寸针灸针，直刺0.5到1寸深。阳陵泉穴位于腓骨小头前下方凹陷中。选用28号2寸针灸针，直刺1到1.5寸深。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若喉中痰鸣、咳吐不出者，配用丰隆穴、足三里穴和商丘穴。丰隆穴位于外踝上8寸，条口穴外1寸处。About one finger's breadth posterior to 条口。足三里穴
内于独鼻斜下三寸，胫骨前脊外一横指。独鼻 ，one finger's breadth from the anterior crests of the tibia。商丘穴位于内踝前下方凹陷中，选用28号2寸针灸针，均直刺1到1.5寸深，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1 to 1.5 寸 ，apply the even needling method and leave the needle in for 30 minutes。Typical case。典型病例。张某，女，62岁，因多发性脑梗塞、眼髓麻痹，于1991年9月20日入院。住院号918115号。患者进行背餐胃部透视检查，将背剂误咽入气管内。X 光片显示，双肺气管内充满背剂，同时胃部下垂。临床表现：声音嘶哑，吞咽困难，饮水反呛。检查可见下颌反射亢进，叩唇反射阳性，掌颌反射阳性，双侧下肢病理反射阳性，头部 CT 显示双侧基底节梗塞，以假性眼髓麻痹进行针刺治疗。治腔穴施以平补平泻手法，持续3到5分钟不留针。风池穴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翳风穴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风府穴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哑门穴施以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分钟。连泉穴平补平泻不留针。海泉穴速刺不留针。Insert the needle and quickly withdraw without leaving the needle in。金金穴、玉叶穴、速刺不留针，针刺后效果明显，能顺利饮水，经治疗半月痊愈出院。After continued treatment for half a month, she recovered and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